听说娱乐圈内怼黄牛怼得最狠的薛之谦一定能算上一位。薛之谦在7月15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怼了黄牛。为什么我就这么针对黄牛？是因为我不想让那些钱白白的就这样牺牲掉。如果他今天过来看我这张脸的话，他真的要值得，要不然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。我是在给别人添麻烦，我干嘛要去做音乐，干嘛要开演唱会？所以我是秉着这样的信念，我说我不可以。中薛之谦谈及讨厌黄牛的原因时双眼泪目，并说道，大家要看我的演唱会真的要值得，要不然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。我为什么要做音乐？我为什么要开演唱会？我是不是在给别人添麻烦？薛之谦的这几句反问也戳到不少网友的泪点。有网友表示，看到了一颗想做纯粹音乐的赤子之心。节目中薛之谦回应，他之所以如此针对黄牛，原因就是不想让歌迷的钱白白的就这么牺牲掉。这实力宠粉的老薛真是帅了唠唠一脸呀。网狗捞新闻，抵制黄牛，从我做起。报道。